各位观众，20年的长江路，有低谷，有高潮，有坎坷，有荣耀。让我们怀着美好的心愿，让我们带着感恩的情怀，向着更加快乐的明天前进。各位观众，我们的晚会即将结束，但是我们的歌声不会停止。人生不就是一首淡淡的歌吗？